你别丢失目标先，我看一下奇迹形态。哦，奇迹形态它是那个速度效果，跳跃提升效果。嘿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木头钓的鱼木鱼二小铃铛。嘿，小伙伴你好，我是小铃铛。好嘞，欢迎收看我们最新期的奥特曼传说。嗯，感谢小伙伴的收看，小伙伴观看我们的视频要记得点赞、评论、留言、推荐哦，谢谢大家。谢谢。来吧，咱们先回顾一下上期视频的剧情啊。上期视频咱们是制作了闪光剑啊、继承了光的意志之后变成了戴拿奥特曼，然后挑战了那个什么来着，那个家伙叫什么来着我忘记了，然后获得了那个什么石勇士光辉。咱们这期的话那个再继续制作那个戴拿奥特曼的那个奇迹形态，他需要用到奇迹光辉，奇迹光辉的话他需要用到海晶碎片以及那个海晶沙粒。咱们得去找那个什么海底神殿啊。去吧，有那个飞行还挺好找的。看一下这些东西。哎，等会这东西咱们没关系，海晶灯看一下给它撸掉会不会有，试一下。哦，只有沙粒。海晶灯只有沙粒，还是要找碎片，还是要找那个，找海底神殿，是吧？哎，这里就有一个。等一下，我先变身成那个迪迦，切！好多那个，这周围好多守护者啊！我来了。我的天哪，这么多，这怎么挖呀？先打他们。哎呦，这个海晶石不行，得潜到里面去。哇，这海晶石好值钱啊！但他让我挖掘疲劳了。完了，我也挖掘疲劳了。关键那个海晶在哪儿呀？把这家伙解决了，过分。这里面还会有那个，还会有那个金块。我挖掘疲劳了，怎么搞哟？这多久才能好呀？10分钟好像。哎呀，那我死了吧。你 TP 我吧。好。我的天，你看这小地图，满屏的那个。大眼睛。守护者。快挖快挖，我有挖掘疲劳。不是，海晶碎片到底怎么弄啊？海晶碎片啊，我看一下。我有挖掘疲劳了。有。我的钢骨。都是全部都挖一下吧，这些方块。能不能给它分解啊，试一下。哎呦我的天，你拆迁大队啊。直接给他挖秃了。来看一下，看一下能不能分解。不能分解，海晶石不能分解。那这个海晶沙粒怎么来的？应该是要找到那个沙子，然后挖那个沙粒。就在最底下吗？不知道。哎呀，哎呀！气得打喷嚏了。我这里有一只那个大蟒蛇。西奈魔兽之海是不是打他们那些怪掉的哟？好像试试。哎，对，有了。咱们两个好傻哟。蠢的一匹。好，海晶沙粒、海晶碎片加上戴拿光辉。还有3根羽毛，为什么还有毛的？我的天，奥特曼有毛吗？奥特曼有毛？怪里怪气的合成方式，还得合成一个闪光剑。哦，闪光剑是可以卖的。
铁锭，再加上地狱砖。好 ，OK。好了吗？奇迹形态，把这些东西卖掉。然后那个，小伙伴们想看一下那个，咱们释放一下那个火龙来挑战这些怪兽看。我的龙不见了。来，你把箱子里面这些怪物蛋全都拿出来。这么多啊？等一下，这些怪兽的怪物蛋。OK， 找个地方吧。还是来到这边吧。先一个个来，先释放那个鸡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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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。基里艾洛德人。先放基里艾洛德人。等一下，我先。等，你让我先变身啊！哎呦，我的天！快点，打我哥哥，打我哥哥！在哪？这个奇迹形态。有点尴尬，你别丢失目标先，我看一下奇迹形态。哦，奇迹形态它是那个速度效果、跳跃提升效果、生命提升效果，它没有力量，也没有抗性提升，我还是变成强壮形态吧。天哪！下一个。残魂。残魂还挺菜的，什么什么二，基里艾洛德人二，暴力形态，洗脸超速形态，我头会飞了，哇，这不是飞，这是那个重力那个，掉了好多东西，还掉重力是吧？他还掉了个钻石块，不挺好？再下一个，是这个样子的，超速形态，他的速度应该跳很快，下去呗，一百米几下去呗。速度快个屁呀、啊！好，解决了，又一个钻石块。暴力形态。暴力形态，还好我防御挺高的。还有三个怪是不认识的名字的。超速型。妄想赛文。哦，打死他之后会出现下一个形态的。嗯。下一个。妄想赛文。嗯，妄想赛文他是那个。哪个奥特曼里面的了？反正很老很老的奥特曼了，特色里面的了，很多很多很多年前的。还有个恋鬼红莲骑，恋鬼红莲摩格大蛇，摩格大蛇是那个欧布奥特曼里面的，先放摩格大蛇。我的天，不是蛇哎！我就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集里面，就是那个，那个奥特曼打那个怪兽的时候，那个怪兽那个后面头发掀开来，后面有一张脸，这是我童年的阴影。这什么恋鬼红莲旗，他拿着什么大剑？大剑。他的血量很高，闪你个光线，我打我挺疼的，破防了。一二三，哇，这么光线，打了他多少血啊？打他四分之一吧。待会再来个光线把他解决了。哎，你快往后退，我帮你打他，我让他存在我身上。好了，还在你身上存在。你走开。哎呦，要默数三秒钟，一二三，后面有洞。哎，这个光线放不出来了。哎，漂亮，55点血，再来一个。哇，他把我变身效果打消失了，变成闪亮形态。他穿在我这里了。他有多少血？还一点点。55，打他剩50点血，最后来个光线解决他。
一二三，洗脸，掉了一把武器。哎，这个挖矿很好哎，这个光线。炼鬼之刃，超稀有的，可以。这光线真的是绝了，挖矿超级好的。给你。不知道能不能对鸡眼。这把武器给你。嗯。炼鬼之刃。哪？给你。超稀有的，16点的伤害，谢哥哥。饱和效果，谁打我？小僵尸，尸壳。走，咱们飞起来，去找一些遗迹。好的。勒比克星长官。哎，这边有个巨人魔的那个，但是人巨人魔不在。估计那个被我打死了。哦。朝海的那边飞。哦对，嗯，我记得很多期之前有小伙伴他跟我说那个让你变成迪迦形态，然后我用这个什么这个那家的头石化你，看这是什么样子的。好，嗯，来吧。那家呢？在这边。这不是那家吧？这是蛇化女妖吧？好，那家的头颅，来，你变成迪迦力量形态。哦，变不了了。回家里面变。去家里面，家里面。当一个雕像。等一下，找个好位置。你变。给家里摆一尊雕像。你变了吗？在这里啊，变了。摆正。摆正了。等一下。好了，可以了。你干什么打我？好看吗？好看吗？不就是一堆石头吗？就把它当成那个迪迦的那个石像吧。迪迦确实被一个什么怪兽然后石化了。还原是吧？来吧，咱们这期时间差不多了，就先结束了吧。嗯，好的。哎，刚好辨识效果也消失了。好嘞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条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